这次应该算好的了吧？把大哥叫进来吧。哎呀，来了。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啥呀？你这不是给人家问？待会儿聊。安老师刚跟我讲你要过来。是吧？嗯。在忙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先加了你啊。嗯，等下我们找个地方吃饭。这边有一箱照片。没找到。好。来了，我们也要休息。没事，我晚上找了，不忙再找。电话了。没事。我上去了，有在楼上。楼上有个小房间，进去坐。如果说张海兵要往另外东两边来，他说的，嗯、他说的是张海兵，还有张庆、郑庆松，他们等一下应该还会来，他们在后面。嗯，大不大？然后超级解压，这是怎么轮值对啊？我的妈！现在不疼了吧？前几天在轮了，我在。啊，这是电视啊，你得搞一个对。像这种两边卷的，如果说不把两边切掉，这样打薄一下你就疼一下，你动弹就疼一下。坐在位置，用家坐在位置，用大腿给他开。你哪里开的？坐在位置，坐在位置。